来再掰另外一个，哎、欸，别走别走，还有还有还有，回来再掰一个，哎、欸，只剩我了，哎、欸，别走啊，还没掰完啊，怎么每个人掰完就落干了呀？完了，我忘记我有黄条了。你在心跳范围内，只要你听得到心跳范围，他碰到乌鸦，你就会看到他的气场。这样不一定是在被鬼追的时候用到这个技能啊，他在找你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乌鸦，你也会知道他从哪个方向来啊。那怎么开场就跑来这里，吓到我！一次拜两个技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嗯，哎、欸，这两个技能要分开拜啊！我的老天啊，我以为可以同时拜一个，我的天，只能选一个拜吗？我先选新技能好了。我以为一次可以拜两个、欸，他居然要分开拜，我真的是吐了。还有人来帮忙一起拜、欸。全部人都来拜拜，大家都是虔诚的教徒。拜的太那应该是全场全队都有。好，来再拜另外一个，哎、欸，别走别走，还有还有还有，回来再拜一个。喂、欸，只剩我了，只剩我还在这边拜了。哎、欸，他如果下来扁我怎么办？拜托不要，求求你了，拜托。邪教技能组、欸，哎，好帅哦！哇塞，我超猛的啦！他在那，为什么那个那两个人敢修啊？拜拜鬼不是，他不知道啊，只是最后你看，我现在就知道他在那了，因为乌他碰到乌鸦的关系。你像这个技能没有被鬼追的时候，只要鬼在你附近，然后他碰到乌鸦，你也会知道他在哪个方向。好恐怖、哦，半血在这边晃来晃去的，你看又看到了，而且这好像是全队技能吧，不是只有你自己有。哎、欸，你看，刚刚他在那边，他、啊、这个技能鬼不小心碰到乌鸦，再远的人都看得到、欸，哎，很强哎、欸，这东西就变成你的队友在遛鬼的时候，只要鬼不小心触碰到乌鸦，你就会全部人都会知道鬼大概在哪个方向，如果他们有专心看的话。跟魂牵一样吗？我觉得不太一样，因为魂牵有负面效果，而且只有你自己看得到。可是这东西应该是全部人都看得到吧？跟鬼有料吗？我觉得蛮好玩的、啊，不敢讲它是 T1， 但是蛮好玩的，但蛮有趣的一只鬼。哎、欸，你看那个人，他还是灵挂、欸，他用那个 Slow Man 用技能把他救下来，然后那个人变成灵挂，那个 Slow 那个 Solo M O N。他变成那个一挂，修鸡疲劳，修鸡疲劳可能有用哦。完了，我死了。哇塞！你这么狠哦，老哥，一起跪吧！这个时候如果我有不痛不痒，感觉我就超强了。完了，完了，来不及，他这插刀太快了。哎呦，刚刚那个气场铺路好像救了我一命耶，不然我感觉我要走错边了。没有这么容易啦，这只狗没这么好控啦。你看像现在 P22 挂嘛，如果他们有带那个新人类的技能，
现在就是要换那个，要么换我，要么换三跟四，尝试用这个技能。有点可怕哎、欸，我这个永久不自去救人，真的超级可怕的啦！给他救好了，还好我没过去。还有玩物是不是？我怎么听不到心跳声？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那个 P 3怎么起来又跑去修机了啦？那个 P 3真的是来搞的哎、欸。对耶，为什么我会有不自尊那个、啊？我会有那个，我为什么会有看不听不到心跳声？是哪个配件吗？我听不到心跳声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？还想用狗咬我？哎呦，完了！不是那个狗移速真的太快了吧？有没有更好的那个、欸、选择？哎，完了，新地图完全不知道长什么样。这里是哪里啊？我靠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完了，完蛋了啦！我迷路了啦！也是地下室哦，怎么办？他快拜完了，这样很亏，这样变成 OK OK， 我拜我拜，是你先起来啦，对啦对啦，我先，好来，好这样就对了，因为这样子他才不用吃那个半血底 buff。是要整个崇拜有点那个哎、欸，我以为那个进度会慢慢退、欸，他给我全退、欸。高歌旅行，哎、欸，别走啊，还没拜完啊，回来啊，还有一次啊，怎么每个人拜完就落干了呀？不是哦，队友会救他哦，队友肯定有带那个减少他挂钩数的技能哦，放心哦。等一下他就会过去把他拉下来，然后减少他的挂钩数。你看减了啊，这个人二挂。那不是是老哥，你不能在鬼看着你的时候用好不好啊？活腻了是不是？你看刚刚那个 P 四，他这样子被救下来一次。喂，老哥，老哥，拎老 A 嘞，这个人真的是来乱的。那个鬼已经在瞄他，他还继续开那个箱子。你看，像刚刚 P 4本来已经要死了，然后因为这个技能，他现在倒了一挂，他又没死，这样，这个技能给那种真的很强的 AT 团来控制挂钩数会很强。这个人真的不知道来干嘛的、欸，他好像是真的来度假的，你知道吗？别跑过来啊！你别再爬过来了！啊！我居然没理他哎、欸，文涛。等输，这把真的等输。是，我会救你。这边其实应该是要先让他把包子弄掉，要不然
啊，再传过来会很麻烦。他还在想着要怎么帮我补血，快点按右键好不好？他还在想着要怎么帮我补血，撞到我。老天鹅，他们是机器人吗？我怎么感觉他长得像机器人啊？完蛋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哎，这个地形是新的哎，那个什么，多了一块板子，乌鸦的那张地图忘记叫什么了，也有这个地形，但是那个乌鸦的那个地形没有这块板子。完了，我不能停了，怎么办？我忘记我有黄条了。哎呦，完了！哎呦，彩蛋呢？这里是哪里呀？我也要当新手，直接拔钩。因为有新的鬼跟新的地图，当地图是那个新的鬼的，这边我一时一时修一台就差不多了。不是啦，测试服而已，老哥修个一台，冷静一下好不好啊？为什么他的脓包会那个？嗯？为什么室内的发电机会？因为上面有破洞啊，上面这个铁皮屋是有破洞的，直接跳。测试服可以直接跳，你们知道吗？就当你们觉得这一把已经结束了，就可以直接跳，不会有惩罚，因为大家都是来测试东西的。